了庆祝青年人自己的节日，昨天北京电影学院与北京理工大学联合举办学习实践十九大精神主题教育活动，王俊凯、郭子凡等百余名来自两个不同专业的学生一同参与，共同铸就青春梦想，砥砺前行。开心能跟大家一起来交流学习，然后也看到了在那个理工大学里面很多有科技的一些，还有也参观他们的实验，也非常开心。我觉得艺术跟科学的结合是其实是两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就是可以互相交融，也可以互相的学习借鉴。